收看麦 DJ 财经新闻，我是叶佳伟。 观众朋友也许听过，台湾有一些县市没有焚化炉，家户垃圾因为无处可去，就成为了流浪垃圾。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台湾更严重的垃圾问题呢，是在于制造业所产生的事业废弃物，这每年达到了两千多万吨的数量，是家户垃圾的两倍之多。而其中没有办法回收再利用，必须要进行掩埋的废弃物呢，就有两百多万吨，把它堆积起来这。 相当于十座的台北一零一大楼，可是这一部分却因为台湾掩埋场处理量不够，或者是不效业者便于行事，造成事业废弃物非法倾倒的情况是时有所闻。光是在二零一六年被列管的案例就达到二十五件，大大小小的事业废弃物呢堆积成一座垃色山，是我们相当值得要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家公司呢，是国内最大的事业废弃物处理厂可宁卫。他们在高雄冈山已经有八座掩埋场，在当地经营十八年。一般来说，民众会认为掩埋场属于险恶设施，但是可宁卫却让当地的居民放心。好，到底公司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呢、哦，我们麦 DJ 采访团队亲自采访到了董事长，要先听听看他来分析。 到底呢？台湾呢面临了事业废弃物无处可去这样子的状况，对之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其实台湾现在每年产生的废弃物、啊、有接近大概两千万吨左右，这是属于一般性的哦。那有害的也达到接近两百万吨。那这些废弃物的处理的方式啊？ 大概我们会把它分裂成为下列几种，第一就是回收。现在我们全台湾的回收比例，从环保史的记录上是达到八十五 percent 以上，这个这个数字也是全球最高的啦。啊、哦，那还有个方式就是，呃，再利用。呃，回收跟再利用也是属于同性质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处理、安定、最终的掩埋。台湾的再利用，啊，目前出的状况就是说，啊，用很少的经费去做简单的处理，其实我认为这样是不够安全的，是不够安全。可是这是牵扯到国家经济能力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 呃，都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相关的一些东西出来，我们才有办法把废弃物这一块啊做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可另外，目前在处理废弃物的方式啊，是属于一个呃比较中道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认为它不是最好，啊、呃，也不是最最不好，可是它是符合。 目前台湾跟中国地区啊的一个处理会的一个现况，我认为这五年、十年内啊，这个结构我认为不容易打破。要用可零位的方式全部处理会去，当然是不可能。因为我认为回收肯定是占大部分，还有焚化。 啊，现在焚化除了焚化炉，也有水泥窑也在做焚化的动作。那其实这个都会牵扯到安全的问题。哦，比如说我们前几阵子见到了松烟文创，那松烟文创为什么它会有炉渣？那个这个墙壁就起泡泡，其实就是炉渣嘛。那这些炉渣你没有处理好，你就把它加到水泥里面去做再生材料，当然。 你说松烟文砖花了几十亿，你要把它打掉吗？你也只能去做修补，这个问题就存在。其实会记住这种东西啊。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处理是一百块，那你没有把它处理好，发生问题以后你要解决，有可能就要花一万块了。法律制定已经非常的严格，可是，在执行上是有问题的。 那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最终去处不足，最终去处不足就是填埋场。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它都需要填埋场。有很多地方像美国，美美国是蛮进步的，它填埋场更大。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说，直接买是最便宜的。你要去把它资源化，就像我刚才给你介绍了。 是掩埋了三倍五倍，台湾目前付不起这个钱，目前的状况也没有办法允许这样做，所以你要去折中啊，折中。可是你如果说变成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啊。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台湾最终去处非常严重的不足。 好的，听起来台湾的事业废弃物问题在于掩埋场的不够，而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呢这废弃物的处理流程。我们看到一般的废弃物，也就是家户垃圾，它是比较单纯的，可以资源回收再利用，或者呢是焚化掩埋。但是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就相对复杂了。第一个步骤是从客户端，也就是制造业生产线进行废弃物的清运到掩埋场，再依照客户所申报的分类，看是要分类成一般的废弃物还。 是有害的废弃物，而一般的废弃物呢，其实可以直接掩埋。但是如果确认是有害的废弃物，处理厂就会去检测是属于哪一种的废弃物种类，在进行固化。而以可宁味来说呢，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可以针对废弃物进行检测，确认有害物质的种类之后再进行固化跟掩埋。而由于可宁味它有专门的储存空间去储存它处理过的各行各业所产生的废弃物。 简体，所以公司的资料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庞大，并且有比较丰富的处理经验。 好，不过呢，像画面当中像这样子的掩埋场，其实民众看到的时候，多半会认为不想要设置在自己的家园附近。大多人呢，都觉得掩埋场属于险恶设施的一种，所以如果要设置掩埋场，法令的规范是非常严谨的。以可宁未来说，这个掩埋场没有进行掩埋的区域，就必须要覆盖防水布，防止雨水渗入进去，那么造成掩埋废弃物的质变。同时呢，在这个厂区，它也有专业的。 雨水回收跟集水的系统，这样做不仅比较安全，回收之后的用水在经过处理之后可以用在厂区的直接浇水，这也符合环保绿能的要求。好，那么在了解完废弃物的处理流程之后，接着呢，我们来听听看可林味这一家公司在处理废弃物上头有什么样子的竞争优势呢？其实可林会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废弃物的管理这一块了，因为。 焚化炉跟中间固化跟填埋，这是都不相不相同的技术。焚化炉的维护管理，它就是说，在整个焚化的过程，你要非常妥善的安置，不然会有爆炸的问题，什么呀？啊、呃，一些公安的事件。那可林卫在弃物的管理最大块的就是说，有害重金属的弃物，我们怎么把它无害化？ 把它真正无害化，还有在这个填埋场的管理，这个是我们可林卫最大的优势。那其实我们可林卫在这十八年，我们建立了很多在废弃物管理上的一些 know how。就比如说我们收回来的废弃物，它有什么样什么样不同的东西，那当然你要把它无害化，你要有加你的配方下去把它安定。其实。 我们可能因为你看前一阵子毛利率不是都很高？其实我们毛利率高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管理，我们可以用最少的药剂就把灰去安定好。那我们安定了以后，我们在掩埋空间，我们可以去争取到它比较大的量体。哦，这个都是我们的优势。 好，那么在了解完公司的竞争优势之后，接着带您来看的是可林味这一家公司，他们未来的营运方向会是如何？整个台湾废弃物产量的结构上，产可林味的处理也只有占了三 percent。那其实可林味真正处理，如果达到呃我们的处理能力的极限的话，应该我们可以处理到十 percent 啊，以目前我们的状况，那当然，我们很清楚台湾的最终的处理设施不足，所以我们可林会也一直在做其他方面的努力，希望我们可林会可以提升到未来对废弃物处理块有三十 percent 以内的的处理的这种数量。那这个数量如果我们达到了以后，我觉得啊。呃 全台湾差不多有六十 percent 的再利用，再搭配我们三十 percent 的处理能力，这样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做很妥善的处理。我们可零卫除了要提升我们其他的处理项目以外，比如说焚化炉，哦，焚化炉它大部分就是一些维会液态的、液态的、有机的这些东西的处理。 我们可能为未来也都在这一块有一点琢磨，还有填埋场，我们除了今年有一个新的啊接近两百万吨的新的填埋场加入营运，未来我们也会寻找更大的填埋场的空间，啊去去搭配啊未来台湾这些废弃物处理，就是说我们把真正的实际处理量提升到我们。 我说的三十 percent，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可以达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能一个量体啊，台湾应该废弃物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台湾目前，呃，污染厂址的管制，目前列管的最少都有两千五百个地方，那政府认为你要立即处理的多，多有一百多个地方是要负责处理。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商机了。商机，我认为这一块以以目前可灵卫再多个十倍，我认为都不过分。那你要多十倍，当然你就是要量体去把它做出来。那我们可灵卫当然除了以目前的做法以外，我们在提升其他新的技术。那提升其他新的技术，就是我刚才也跟你介绍过。 我们除了去做减量，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营运呐、啊、大规模的土壤整治。那这些大规模的土壤整治，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数据，就是说我们把它减量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就是说去把它减量到二三十 percent 以后，就送填埋场去做。 这这个结构，我认为未来的这五年，对台湾的土壤整治这一块，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可因为未来，当然在这个市场的看法啊、呃，商机无限，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很多的注重联合的合作，也都在进行中啊。 好，接着带您来看呢。其实除了在台湾的区域之外哦，可能会在海外市场也有布局。我们来听听看董事长对这一块市场未来的展望状况。其实可能会对海外的布局在大陆也已经有两三年。那我刚才有提了，我们其实在大陆的选址上啊，我们有选了很好的几个地点，比如在山东哦，还有在浙江这方面，我们都有选了地点。 中国大陆这一块，其实应该未来还是会有突破了，还是会有突破。可是就是说，整个现在在中国大陆竞争的对手啊，不是国企就是央企，啊，不然就是全球最大的环保公司。那你肯定会去那里，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说实在的，我们自己都在做。 很仔细的评估，那应该我们在做哪个项目？其实，他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央企啦、国企啊，都有找我们要合作。我们目前可林卫在做的这一块，因为他们来看了以后，他们还是觉得可林卫在这一块在亚洲应该算是做的最好。其实可林卫没有什么好让股东去挑剔的，就是说到目前十八年了，我们可林卫并没有任何的一家转投资。 或者去买一个我们可能位没有用的东西，我我们的治理的精神是很单纯。呃，我们最近也有在谈马来西亚的的一个案子，我们未来有蛮多计划，这些计划如果成功了以后，应该会是个算是很大的厂 好的，从董事长的访问可以听到，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全台湾的废弃物处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势必是要被解决。而相关大厂面对的是废弃物无处可去的危机，但是这当然同时也会是商机。可林卫他除了积极扩大市占率之外，也将会复制台湾的经验到海外，目标是要成为亚洲环保大厂。 也因此呢，公司未来的海外布局就会成为值得观察的营运重点。后续状况如何，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追踪。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